一句句歌声在我们耳边掠过，一个个舞姿在我们眼前闪烁，愿他们回荡在宇宙之中蒙主悦纳，愿他们呈现在主的面前讨主欢心，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至高的父神，愿平安喜乐恩典祝福都赐给地上的万民万邦。好，下面有一个通知，请大家先坐一下。我们在下周日有一个爱宴见证会，就是28号的时候迎新的一个爱宴见证会我们如果来的时候你还没有拿到餐券的朋友，出去的时候请找那个穿红背心的童工去领餐券。我们希望下周日下午再次见到你们。下面呢，请孙兴安牧师来为我们做这个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在这举世欢腾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庆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圣诞节的主角。主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他才2000多年前来到这世界，把救恩带到这世界，使我们这历世历代的能够因着他的宝血得蒙救赎的人，我们要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这位圣诞节的主角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主耶稣生日快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今天，主啊，我们看到你的众儿女用各样各式各样的节目来表达我们的感恩，表达我们对你的尊崇，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拜，求主你悦纳，纪念弟兄姐妹的辛劳，纪念弟兄姐妹对你的一心对你的那份心忠心，他们对你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愿你来享受你儿女的敬拜，享受你儿女的心肠。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你的心得到满足，天父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重生堂的每一位领袖同工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在圣诞佳节里面，主啊，圣诞快乐。在这新年即将来到的时候，我预祝重生堂的每一个家庭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充充满满的有安息。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祝福弟兄姐妹回去的脚步，谢谢主保守我们平安的到家，把这喜乐把这平安带进到我们每一天，带进到我们来年。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祝弟兄姐妹们，各位来宾们，圣诞快乐，新年蒙恩，我们下周见。圣诞晚会到此结束。哎，终于结束了。